子越，是我。刚从西边出来了，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家里停电了。小城电网破，停电很稀奇吗？冰箱的鱼。我又不是你家老妈子，想要鱼的话自己买去。终于抢先挂了一回电话，太舒服了。大姐，这是我大女儿简瑶，叔叔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这瑶瑶都长这么大了，这出落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别玩了。大姐，这是我儿子小鸡，刚从乡下过来，快叫大婶子跟大姐姐。沈总，姐姐好。这是大少爷的出息。这一天呀，这就知道玩，不好学习。喂，傅先生。哎呦，都那么熟了，还客气干什么呀？叫我自己就行了。没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下了山道之后，转盘往北，在一号桥头边上有一个五星水产市场，你知道吗？傅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五星市场啊？哎呀，都说了，你管我叫子玉。你在五星市场？是啊。太好了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禁言呢，素菜不说。荤菜特别挑嘴，我只爱吃银鱼，正好也是我女儿的必要。我知道了，我今天过去工作的时候给国先生带一条。嘿，谢谢，一条不够，他一顿饭自己就能吃一条两斤多的，你得一项一项的吧。好吧，来，放心吧。哎呀，王叔，咱们家店能送货吗？送哪儿啊？外山国家别墅。你朋友吗？啊。那没问题，朝南到转盘路口就上山了，是吧？回头我让这小子去，天天送都行。谢谢。喂，鱼还是吃新鲜的好。我订好了一家店，隔天送一次，每次送两条行吗？太好了，有你照顾几年，我才放心。谢谢你啊。喂，傅先生，收到礼物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这都是禁言的意思，他托我买这个东西送给你，谢谢你的鱼。他最喜欢吃鱼了，没别的意思。可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这鱼竿得两三万呢，我不能收。他自己已经有一根了，我又不钓鱼。你要是把它还给我的话，这个杆子就真没用了。我钓鱼只是举手之劳，要还的话你就还给他吧，我管不了。不过以他的性格，没有了东西他一定会把它扔到门外去的。我估计你明天早上就会在门口的垃圾桶里看到这根可怜的红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Thank you.
条鱼吧。好嘞。小金呢？小金啊，去老别墅送鱼去了。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挺好。今天的鲳鱼特别好，特别新鲜，给你留这个。老毛，你每次都照顾我。这怎么了？那是自己人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包你满意。这么有自信，我可是很挑剔的。哎，你最好不要质疑我的专业。6.0排量，12气缸 TFSI Twin Turbo， 750匹马。1000牛米扭矩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4.6秒。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，8活塞刹车卡钳，全车防弹，全世界仅此一辆。性感，还有更性感的，上车。这个家伙的名字叫 Andy。你叫他一下 ，Andy。您好，罗先生。高级人工智能系统，只服从你一个人的命令。自动驾驶、卫星网络接入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。就乐出来了，别绷交这啥朋友吗？我小金不见了。小金怎么会不见呢？小金昨天来这送鱼，之后人就不见了。王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是一个鬼屋，里边住着一个怪人，不吉利。你就是不信啊？怪人？什么怪人？哎，这事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怪人啊，经常往城里逛，穿这个风衣，戴着口罩。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。小金一定是被他拐跑的。对。他的医生是在他这儿出的事儿，你把这个人揪出来问问。你给我出来！你们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再说了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根本都没弄清楚呢。王叔，你报警了吗？没报。你们千万别自己进去，等我过来。小陈，跟我走。这有枪毙，我们走。好。喂。请转告他们。离开这里，谢谢。罗先生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，麻烦你下来跟他们谈一谈。如果每个想要见我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现在已经死了，累死了。你别挂电话。如果你不愿意见他们，请你自己跟他们说，我不会转达。还有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就算你现在不理他们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是得见他们。他咋说的？他说，你们要找的就在一楼的房间里，钥匙在书房里。这能进去看看呀？去。小金，小金。
里面出什么事了？杀人分尸了！杀人分尸了！坏事！这是人体标本。我翻译的论文里面，大部分都是和人体解剖学相关的，或许这就是他研究的方向，可能是从医院或者大学什么地方借来的。这些毕竟都是人体标本，不应该随意摆放在民宅里。最近一桩失踪案就发生在山下，小金又是给他送完鱼之后才出的事情，再加上这些，疑点太多了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这位薄先生，必须接受询问。副队，楼梯口上有扇门关着的，我进不去。喂，警察来了，他们想跟你谈谈。只是谈谈，能麻烦你下来一趟吗？我正忙着呢。哎哎，副队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们先请示一下上头。副队怎么了？局长在来的路上了。局长。你是来帮着他们来找孩子的？对，我接到报案说这里，我知道有个报案，但是搞错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罪犯？那你回头回头再说。李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三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也三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是听上面的人说才知道他住在这里。嗯，你有他电话？打给他。我已经告诉你，我正在忙着。为什么要打电话？我静言，市局局长想见你。不见。我跟你说。喂，我是，我没见过你。这个薄教授到底是什么人？瑶瑶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翻译。郭静言，美国马里兰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。毕业以后，他拒绝了马里兰大学留校的邀请，回到中国公安大学担任犯罪心理系副教授。他居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静养来了。
干嘛？让我要大神的签名。前两天喊是妖男呢，现在就要签名了。你怎么变那么快啊？那人家不是脑残粉吗？人家不是天天追美剧犯罪心理吗？好不容易有一个活的就在我旁边，你怎么能不合把握呢？忙签名吗？我不会帮你要签名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如果我找他签名的话他会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如果每一个要我签名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的手已经不存在了。什么意思的？签断了。好萌啊！好烦哦！好萌的！好烦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渴不渴？喝点水。失忆了你，看够了没有？干嘛？我今天是不是在追你啊？疯了你！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虽然你是挺聪明机灵的，但也不至于绝才惊艳吧。他如果不是要追你，那他看上你哪一点了？指名道姓要当他助手。什么助手？当然是查案的助手喽。是不是案件有英文资料要翻译？去。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青少年失踪案，哪来的什么英语？有乡下土话还差不多。那他为什么要找我当助手啊？你走了之后，局长进去跟他聊了半天，我得到的结果就是，博教授会以专家的身份来协助调查失踪案，但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你当助手。我向他毛遂自荐，你猜他怎么跟我说？怎么说？感谢你的自荐，可是我不认识你，没兴趣。真的挺像他说的话。我当时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找我呢？我又不是警察。他为什么要找你？那你得去问他了。反正局长的意思是，原则上不赞成市民参与调查。不过，博教授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，他的身份是学者，是顾问。他有助手那是他的事儿，所以愿不愿意，你自个儿考虑。太扯了，我找他问清楚。哎呀，太晚了，明天吧。哎哎哎哎。干嘛？我是说，如果啊，如果你当上了博教授的助理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偷师。偷什么师啊？他说过的话，他对案情的理论、观点、分析，以及他的思想精髓，你全都要记下来告诉我。这不算侵权啊，你能知道我也能知道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答应当他的助手呢。你会答应的。走吧。雪雪，你知道你宣然哥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你的大神让我做他的助手，
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简直像被雷劈了一样。去厨房等你，我就去给他买吃的。你看看，你说他喜欢吃哪个，薯条还是棒棒？我是还有辣的。对，太帅了吧！哪个瞎子说是骷髅妖男？不是他颜值都爆表了，帅！雷劈的感觉如何？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当然是来考察你贫乏的小背景啊。一个家庭关系极为和睦的大学生，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家。你不但不在家里面休息，反而到一个闲置多年的老房子打工，是否你的内心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开朗？不仅仅是年幼丧父，你的其他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你很大的亲情诉求。你的个性并不偏执，也不脆弱，是否你的童年遭受过了更大的伤害？不过与我新的发现相比，这个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你竟然看这种毫无逻辑、毫无科学根据的小说，上面还做了大量的批注。这是言情小说，需要什么逻辑啊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若有一人爱我如初，谁让你翻我的书看的？外面那位小姐说，这房间里的书我可以随便看。你为什么让我做助手？显而易见，非你不可。譬如？譬如，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搅。我需要有人替我做很多繁琐且无效的工作，譬如在这个城市里我只认识你一人，而且你还很会钓鱼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只有我才能抓到。这个案子破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一周，也就是你的聘期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问这种无意义的问题，而且会在明早八点赶到别墅去。他喜欢画乌龟。
昨天很晚睡了。你换发型了？做你的助手，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了。没有原来赏心悦目啊，最好换回来。楼上的案件资料整理好，然后拿到外面车上等我。知道了。Andy， 开门。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？她是我的新助理，简瑶。简瑶小姐您好，我是安迪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根据您的身高来判断，您的体重偏低，建议您补充营养，合理膳食。安迪，你的话太多了。父子运动的玩意儿，跟她一样，婆婆妈妈的。很酷啊，就像小时候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，叫什么来着？对对对，就这个。Andy。意思是，罪犯只是一个人，而且是本地人。可是警方一直怀疑是人贩团伙作案。七起案件，受害者类似，作案手法类似，时间间隔有序，水平极其稳定，从不失手，而且具有强烈的个人特征。这可能是一个人。跟你的小男朋友汇报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你会介意我汇报吗？我为什么要介意这种无聊的事情？在调查他的失踪案，带我去他房间。
了，跟警局调查报告上提到的差不多。傅明义当日清晨离家，大约8点多钟到达同事。他今年15岁，刚上初三，去同事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，参加补习班。可是过了几个小时，姑姑还是没有见到他，就打电话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失踪了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所有跟傅明义有关的信息我都要。他去的地方的那些线索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有一些发现，但是可能没什么用。你说。傅明义的成绩中等，偶尔还会不及格，但是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，很爱玩游戏，所以他就经常在网吧、游戏厅逛着。傅明义那天去姑姑家，还给姑姑带了一篮子鸡蛋。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，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借住半个月，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。我就问了他妈妈，果然他那天带了，而且以前也经常会给姑姑带鸡蛋。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的？给姑姑带鸡蛋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。傅子玉啊，说你知书达理，会跟我互补。看来他真的蒙中了。这个就是他失踪的地点，你看。为什么呀？他手里拿着鸡蛋，去哪都不方便。他会带着一篮鸡蛋去网吧玩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？他喜欢打游戏，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。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他姑姑家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当天偷偷的把鸡蛋给卖掉了。他经常给他姑姑送鸡蛋，所以一次两次并不会被发现。而网吧又在农贸市场附近，距离他姑姑家也不远。可是我们知道了失踪地点，为什么罪犯是住在第一个失踪者失踪的附近？为什么他的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？你不是看过白板了吗？原因都在那上面。告诉警察，马上搜索农贸市场东边的那个树林。有发现之后，立刻给我电话。发现什么？你已经想到了。一些孩子都被杀了。就算只有一个人作案，也可能是人贩子。
为什么就是连环杀手呢？因为我了解你，亲爱的楚雄小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，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一颗心，一心都为你，与你今生共相依。